welcome presenter's Chinese director, Mr. Xie Fei, and Chinese actress, Jin Tian. 大家晚上好。非常荣幸能够跟谢飞老师一起来颁奖。谢飞老师不但是我们电影学院的老师，也是我们所有青年电影人的导师。谢谢谢谢。我在电影学院工作了50多年，主要当然是教导演，但是我也很关注演员、摄影师各方面人才的培养。你好像也是电影学院的。对，我是07级表演系的学生。今天我们来宣布最受关注的男演员。第4届，金丝路传媒荣誉单元2017年度最受关注的男演员，请看大屏幕。获得金丝路传媒荣誉单元最受关注男演员的是成龙。五虎十八腿，达摩 from India。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成龙先生，有请成龙上台领取荣誉。同时也让我们有请两位嘉宾来为成龙大哥颁发荣誉。好沉，来一起来拍照留念好不好？3、2、1，具有纪念意义的时刻，再次感谢谢飞老师，谢谢景甜，谢谢两位，就坐，谢谢。我们有请成龙大哥来发表一下感言。谢谢。其实丝绸之路是一条商业文化交流的大道，作为我们的电影人呢，我们有责任把这个文化交流发扬出去，也是我们的责任。我们电影人常常说，商业跟文化、口碑跟票房有时候很难兼得。今天拿到这个奖对我来讲是一个双赢。我在这边谢谢评委们对我的肯定，谢谢全世界的影迷，这么多年来的对我的支持，谢谢所有全世界爱电影的人。我会继续努力，把我的中国文化、把电影推广到全世界，拍得更好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谢谢谢谢谢谢，再次祝贺成龙大哥。祝贺您。哇，每次看到成龙先生出现在颁奖典礼一些重要的场合。